OK, go! 哇哦！耶，小提琴课的教室。这里会先消毒手，然后小迪最爱的玩具区，然后稍后等一下就是在这边上课。小提琴课的教室有一台平台钢琴，哎，多棒！节拍器，这里还有印章。姐姐来上课，小弟来开火车，嘟嘟嘟。会走下雨，妈妈开始写坏事。哇，唱得好好听啊！